我觉得徐小清他可能试图切割，但是没想到污染工实在太厉害了。就是说，他把网络上面现在走过都一定留下痕迹。一开始徐小清是为了切割说啊，这个诈骗案跟他无关，大姑2、3年没有相往来。后来朗东去找到说啊，过去在选举前有用他的这个公司合作，还办活动，还找到网络上的资料。那后来就看到徐小清改成用哭的嘛，就是昨天看到他哭在那个傅崐萁的怀里。那进一步，我们看到朗东还去找到说，哎，不是完全没有互动啊，连今年农历年2月8号到14号的期间呐，这一个他的大姑回到屏东的老家，也就是徐巧芯的夫家，这个时候呢，他们还在跟他的婆婆一起看剧，看这个《小城故事多》，他就找到这样的一个网络资讯，可是徐巧芯是说，她婆婆说大姑是全家的头痛人物，对，那如果头痛人物的话，过年回家嫁给崩，好像蛮是合理哈。重点一个给他起赞呐，哦，起徐巧赞芯会给他按赞，被这个朗东找到说，那你们还一起按赞？2月10号，他们这个他大姑晚上在屏东吃汕头火锅啊，徐巧芯还用他私人的脸书去按赞，这个都有图啊，就是有图。应该说他搜证非常完整啊，他不是只有讲描述，他还把那个暗战的图也找出来。他去吃汕头火锅，他的大姑也就是目前被收押的这一个犯罪嫌疑人，他徐小新还在下面按赞。那另外一个是刚徐小新现在去切割说啊，他大姑或者是他的姐夫好像都是绿营的支持者，怎么可能？你看这下朗东去找到咯，在朱学恒性骚扰的事件里面啊，徐小新一开始去讲说啊，感谢，有点像是对朱先生表示感谢。那这个时候网络当然沸腾嘛，就很不满，说啊你根本没有是非之心，大家开始骂，骂完之后被朗东整理到这一个目前他的大姑诈骗的嫌疑犯还在脸书分享了力挺徐巧芯的内容，哎，如果他是绿营的支持者，会去挺这种朱学恒性骚扰案件，然后徐巧芯还帮朱学恒讲话，被社会骂了之后还去瞎挺吗？不可能嘛，所以你怀疑也是要切割吗？而且这他应该徐巧芯在这里面试图切割他大姑，试图切割他姐夫，但是这个切割是无效的，全部被朗东整理出来，整篇文章有图相关的截图当证据。同时，这个案子我认为徐小新还是有必要讲清楚的为是一什件事么？情。他在里面不是没有角色，我们职务上面在律师在办案件有关诈骗或者是洗钱的案子，很常见，就是我今天为了要去骗人，我集团需要先融资，我需要先拿一笔钱，才能用略施小利的方式去。让人家陷于错误嘛，才会更给钱，所以用一点点力，所以他们有融资上的需求。对，诈骗集团常见的有融资上的需求。刚好徐小新在回答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哦，我们家也是被害人呐，受害她者。婆婆在曾经跟银行要贷款给这个所谓的杜姓，或者是目前被收押的这个大姑的这个家人，惊死，借他2000万啊，2800，这笔钱其实是像融资的钱，而徐小新自己坦诚说，他里面有去协助处理银行的利息。什么叫处理利息问题啊？哎，我 calling，我要这样子讲哈，实务上也很常见。如果今天办一般的利息，哈，照一般的公定的行情的利息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特别去处理银行借贷利息？而这2000万是不是这一个诈骗集团作为融资使用？因为这个金流是进去的嘛。徐小新的讲法，而他去瞧了，徐小新回答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一笔2000万有可能是作为诈骗集团融资使用，那你去瞧银行给你的利息优待是多少？他要回答出来。哎呀，我们一般人可以去跟银行画爬，可以说你的利息可以给我低一点吗？没可能，就是因为徐小新他是立委的身份，他才有办法去瞧这个利息吗？可能是民意代表，所以他下一个回答就是要说，一般人刚刚那个主持人特别讲到，一般人可以跟银行瞧利息吗？那你今天徐小新为什么可以去瞧利息？你瞧到利息是多少？一般人有这样的优惠吗？这个都是徐小新要讲的。他说他如果他利用职权去参与这一段事情，他要退出政坛嘛，他要辞职嘛。对，今天这个问题是他自己带出来的。他有去银行瞧2000万的利息，而这2000万处理的利息里面，利息银行给的利率是多少？有没有低于一般行情？第二个，如果今天不是你民意代表的身份，你一般人瞧得到吗？银行谁理你啊？没有错，所以徐小新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开玩笑，大姑大姑搞诈骗洗钱。那巧芯以前在讲别人的时候，这不是有反作用力吗？我们看到一张照片就可以开始讲故事啊！哇，大姑不要这个事情哦，我在看的时候真好看，我是以抱着看八点档连续剧的心情在看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一家都有2个以上的名字，都改过名字，改过名字，你知道吗？我不晓得，
小新有没有要出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原来叫美凤？美凤不好吗？有，那时候因为发生了徐美凤的光碟事件，所以她妈妈把她改名字。通常改个名字，哦、对，她原来如此、啊。她是要念高中，她妈妈改了名字。然后呢，她先生也改名字，她大姑也改名字，连她的那个杜姓男子搞了半天，原来是她姐夫、哦、也改名字。名字哦，这个光改名字，我就觉得改的这么真好玩。第二个是，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会有那么多切割吗？嗯，包括前面讲到家暴力，会有吗？如果没有出事哦，那大姑跟大姐夫继续做该做的事情。因为现在是说收押的那一天刚好家暴令下来，那大家就很纳闷说这个时间点是蛮刚好的呢？因为朗东就质疑说，一般的家暴令你说快也可能很快，那同一天下来，那徐小新又特别讲到家暴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说那是你家里面的事情啊，为什么要特别提嘞？切割嘛，可是最好玩的是什么？收押那这个所有当天才家暴令嘛，可是我朗东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帮朗东推销一下，去看朗东的脸书也好啊，去看那个他的文章也好。2月10号不是过年吗？吃在屏东吃汕头火锅，小新还去按赞了。哎，那家暴如果有家暴的话，那个时候还有办法这样子吗？一家人，嗯，这个好奇怪。嗯，哦，他跟先生都一起去是不是？对啊。哦，然后。所以用科批的话，什么是怪怪的，这一家都怪怪的。如我还是讲那句话，如果没有出事，拢无出代志，没有被刑事局，没有被台北市刑大查，如果都没有出事，还会有这？你看到这些妈说不熟吗？甚至想说大姑不能算一家人，我听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知道吗？那个不能学小心那个手势，可是我真的很想比。那个手势，为什么？我脑袋打结，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们在没有结婚的就算了哈，有结婚的人知道，如果你跟这个先生或者跟太太这边兄弟姐妹会形同陌路吗？多少都知道对方在干嘛嘛，都会关心一下嘛。因为关心，所以才有2000万贷款那个事情啊。这件事情最好玩的一点，我才知道说哇。原来巧心他夫家那边，有这个至少可以贷款2000万。嗯，哎，2000万哎、欸，不是小数目哎、欸，2000万哎、欸。但我比较好，然后还可以去这个要帮什么忙？因为一般贷款能够谈成什么？一个就两个，一个是我本来贷不到2000块，我帮你拉到2000万嘛。第二个是我如果是可以贷到2000万，利率嘛。那这个是民意代表选民服务吗？跨区选民服务吗？还是在哪里贷款？嗯，这些事情巧心都没有讲哎、欸。他今天丢出了一张男照片，然后刚刚说了，就是那个上礼拜我们说的新竹议员嘛，啊，跟许修睿两个人，干嘛今天要丢出这张照片？移转焦点嘛，哦，看看能不能把题目给移转掉嘛。所以你丢许修睿跟陈建明干嘛呢？是自家人呢、欸，你要拖自家人下水哦、喔。先拖下水再说啊。这个时候当然保护自己啊，所以你在影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人性的事情啊。但问题是，陈建明那个可以救得了巧心吗？这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一个在新竹啊，一个是台北啊。巧心其实应该什么？继续哭，哭到这个南松山信义区的人都同情你，继续用力的哭。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啊，千万不能说谎。如果巧心今天你去瞧了银行的事情。这件事情你怎么办？因为巧心以前是对警察施压、哦、然后你现在当了民意代表，你又去瞧银行吗？你凭什么？为什么银行买你的单？嗯，然后还是一句话，因为他姐姐他这个大姑啊不是第一次被查办，之前也有被查办一次，你都一点都不知道吗？你一点都不知道吗？那你是这个2000万要做什么用的？你会不知道吗？所以有些事情真的讲清楚啦。不过，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那件事情啦。就巧心不是喜欢吃瓜吗？我们现在是吃瓜这种的心情啊。我们就看巧心这出戏后面要怎么演呢、啊？嗯。啊，因为我觉得巧心真的太有戏了。那个他这个剧情完全可以改编成8点档，太好看了。哇，实在是觉得这个收视率一定很高。
而且不管是你是哪种颜色，蓝的、白的、绿的，这个是太好看了。乍平常讲别人讲成这个样子，自己遇到的时候，你就看看自己什么表情，连傅崐萁都可以哭倒在怀里。那当初你就不要去讲傅崐萁那样子嘛，做人要一致，好不好？那巧心请用力，好不好？继续演下去吧。好，这个事情绝对比八点档还好看，而且朗东还预告啊，可能还有连续剧哦，精彩的。对啊，多好看啊！确实，好，这也是他在打凸显这个徐小清有双标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案子，我觉得比较严肃的反而是银行贷款那一段，是因为全案现在进入侦查中，检察官为什么要声押就是徐小清的大姑，然后姐夫这些相关人？因为声押就避免他们串证，他们后面的金流是追查的重点。目前现阶段是徐小清自己揭露的嘛，也就是说这个诈骗嫌犯所有的这个公司后面有一笔2000万是来自于徐小清的婆婆，而徐小清在这里面的角色是协助去处理他的利率，所以后面检方在办案一定会往上去查。一般来讲，为什么今天一般的这种诈骗集团他需要这样的一个资金，很常见的就是真的是拿去换，你一开始要给人家甜头，人家才会持续的上当，所以前面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会是查的重点，他有可能来自于你是不是洗钱的共犯，对，追查他是不是诈骗的共犯，所以给资金的人他一定会去查上面的金流，至少有2000万是徐小清自己坦承来自于他的婆婆，而这里面的2000万是来，如果是他婆婆从银行借出来，这里面的利率有没有异常？因为一般来讲的利率能够谈优惠到多少就，而且他还有一段哦，没有讲到担保品。一般来讲，如果是信用贷款，不可能2000万，2000万它的担保品是什么？一般来讲可能会有一个豪宅啊，或者是比较鲜有价值相当，所以2000万它的担保品是什么？徐小清要那如果后续他是说没有还钱啦，那如果说真的是有诈骗所得的一个 feedback 呢？哎，我要这样讲哦，今天要去追查这一段是说他是借贷。还是他其实是投资。如果我今天是投资给诈骗集团公司，进了2000万，他的获利什么？这个东西检察官在查很容易啊。第一个，你如果是借贷，有没有借贷契约？第二个，你如果是借贷，你利息如何约定？每个月有还款的利息，那我可以当作你是借贷。如果都没有，空口说白话说我2000万，而对银行的利息又经过徐小清名义代表身份去瞧过或者处理过。他的拿到这边的利息相对低，我可以给他做使用，给诈团所有的这个公司做使用。这个金流往上一查，以后我认为检察官现在已经羁押了，羁押代表一件事情，两个月内他会有一个一定的进度，羁押完两个月内他有相当的进度，如果不行，我再延押一次。我两个月内如果进度做完了，我就可以起诉。我前面的金流，徐小清帮忙去处理利息的这个2000万金流，是徐小清必须要去面对解释清楚的。